原标题绝对不能忘记，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队斩首中国人珍贵照片，汉口的一对英国士兵，日本士兵在残忍的杀害中国人，上海空旷街头三三两两的士兵新军的训练场景，一对士兵的合影，住在牛庄的中国士兵，住在上海的印度士兵。编辑记过鲁学社青年会会员张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